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仙宁。宁。仙宁，我对你的爱就像拖拉机上山。快问我为什么？因为轰轰烈烈。然后呢？问不下去了。是什么呀？什么土味情话？哎呦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现在吗？猜一下现在几点了？什么套路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你知道什么女生最可爱吗？什么样的女生最可爱吗？就是问我问题的女生最可爱。哎呀，刘仙宁获胜了。刘仙宁获胜了。